实就是一次性的意思。高斯积分设这个 theta theta e 等一下等一下 theta i 和这个一切都是 i 为格拉斯曼向量，然后 m 是 in 乘 in 的反对称系数矩阵。则一西塔一等于等于一西塔二 n 一的负二分之一西塔 t n 西塔加上这个准值值上 k， 其实 k 就起到了一个 source 盐的作用。然后如果这个是在拉格朗日量中的话，是吧？这是二次型的坑的。然后这个 m 负一就体现了传播子的作用，一个外延传播子到外延，对吧？这个是含盐的高斯积分。要来证明一下它啊。先看一下，就是说简单的情形。我们熟悉的那种中学数学看过的那种二次型配方，先观察就是系数的情形，比如负的二分之一小 m 西塔平方加上西塔乘以 k 这个的配方，那乘以负的二分之一 m西塔平方减去两倍的西塔 k 除以 m。 那我们先从这个得到启发嘛，看下面下一步怎么做变量替换，等于负的二分之一 m 西塔减去 k 除以 m 平方加上二分之一 k 平方除以 m。正常这个精简的情形，再对比我们这里的负二分之一西塔转至 m 西塔加上西塔转至 k， 我们可以试探性的做一下变量替换。什么时候可以试探呢？你试探了之后，你总会出来一个结果，然后你根据它的反馈结果再调整你的试探就可以。试探性的力。
pure 的恒等于 theta。 你看这里面啊，跟到这里是吧，这里是 theta 减去 m 负一 k。 如果你这种试探不成功是吧，你就加引号变成加引号再试试，对吧，应该可以。由此对它再起转置嘛，因为还有一项是转置项，西塔 Q 的转置，然后西塔 T 减去 KT M 负 T。 而这个 M 负 T 因为它是反对称的矩阵嘛，它的负 T 就等于负的 M。所以这个就等于加上 KT M 负，那把它带进去，哦不是，就是先凑这个 theta Q 的 S 形式 Q 的二分之一 theta Q 的转置 M theta Q 的等于负的二分之一 theta 转置加上 KT M 负一 M theta M 负一 K 等于负的二分之一 theta T M theta 加上 KT theta减去 theta T K 减去 K T M 负一 K。 啊，根据格拉夫曼数的反对称性质，这个呢等于负的 theta T K， 所以这一项跟这一项会合并，对，负的二分之一 theta T M theta加上 theta T K， 然后加上二分之一 K T M 负一 K， 再把这个项挪到等号的左边，或者把这个写在等号的右边，负二分之一 theta T M theta 加上 theta T K。就等于负二分之一 theta Q 的转折 M theta Q 的减去二分之一 K T M 负一 K。 然后再入到这个原来的高斯积分中啊，d 西塔 e 点点点 d 西塔 n， 哦 i n e 的负二分之一西塔 t n 西塔加上西塔 t k。我们做这个 theta 到 theta tilde 的这个变量替换，只做了积分测度的平移，而格拉斯曼数的积分测度在平移下是不变的，所以这部分等于 d theta e tilde 点点点 d theta i n tilde 点点，然后这一部分是吧，可以用这个负二分之一 theta t 的 t m theta t 的减去二分之一 k t m 负一 k， 再加进去之后就等于
这个在常数它跟积分变量无关啊，把它挪到最外边，一的负二分之一 k t m 负一 k， 然后一西塔一 q 的点点点，一西塔二 m q 的一的负二分之一西塔 q 的 t m 西塔 q 的。那这个根据我们前面的结论，这个就是根号 determinant m， 所以就证明了这个含元的高速积分，反应根号 determinant m， 然后一的负二分之一 k t m 负一 k。类似的这个高斯积分恒等式的变形我们也罗列一下，因为对于这种积分的话，你一个整体的正负号因此是不重要的，所以它的变形我也把它罗列一下。高斯积分恒等式有k 换成负 k， 对积分结果有没有影响？没有影响。你看最后出来的结果是 k 的平方项嘛，是吧 ？k 和 k 的转正的，所以你这里如果把它换成负 k 的话，负的话就是一次项换成负的话，对结果是没有影响。然后换成负的话，我干脆就交换它俩的积分次序，对，可以节省。当然积分测度的这个顺序也是没有影响的。就是本来减这个东西啊，我把它写成加上 KTTheta， 对吧，这个结果也是一样的。这边是正号呢，二次项这边是正号，二次项这边是正号的话，会导致这边也是正号了，因为，回顾一下前面的证明过程就是，是吧？最后你要变量 t 1之后挪过去之后，如果这边是正的，挪过去它也是正的，对。d 西塔一点点点 d 西塔二 n。就是一开始的这个，如果二次项这边是正的话，一次项的正负号是不重要的。加上西塔 t k 等于，当然这个因子的正负号不重要 determinant， 这个因子它这时候这边就变成正了，
可以恢复一下。嗯，那个跟其他差别是什么？